黑白漫画搭配简短励志文字，重现羽球天后戴资颖在奥运负伤上阵之后，即便落败下场后与对手兼好友的伊瑟农紧紧拥抱，感动全国。而经典的还有这幕。桌球教父庄智渊从一人孤身奋战，到与新生代小将柚子同学高成瑞一同站上了奥运殿堂，还有涉及政界妹吴佳颖面对失败勇于挑战的坚韧态度。而这四位选手全来自高雄，高雄市政府也特别制作了漫画风格的短片，呈现选手们的心路历程。而台湾英雄们除了辛苦训练，私下还有正面。只见戴资颖与世界拳后林育婷带着超大拳套互相 PK， 林育婷还时不时压低身子用螃蟹拳反击命中小戴，让戴资颖最后也苦笑说谢谢教练，好累哦。而不止运动，两人也爱去这。戴资颖与姐姐在 KTV 大飙高音，中间坐的正是林育婷。本来在专心吃饭，一看到镜头赶紧跑开，让人看了直呼太可爱。而在奥运之后，选手人气红不浪，悠游卡公司就发行了戴资颖坚持到底的悠游卡套组，不只有签名，还记录着戴资颖各项的重要里程碑。14号到18号开放预购。至于现在正值文旦产季，农业部也宣布邀请柚子同学高成瑞代言，推广美味的文旦柚，笑翻众人，也见证了台湾英雄的超高人气。三立新闻蔡宇智、张书涵台北报道。